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求尽佳人得殊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第三个问题，观察一眼佛，就是观察一眼佛。他那个读法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相和色相呢，就是是一体，或者呢，就是说是不是一体。因为这个人相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为法的人相是生住灭。然后这个色相呢，比如说瓶子啊、柱子啊，那么他所念的这个法相呢，就是生住灭三者。如果能相色相这个一体的话，那就是可能不太合理，就是这样的话是能相色相，那就是应该是不同的两种体系，就是对方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这个瓶子的话呢，瓶子上面的这个生住灭三者呢，就是是分开的，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也是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观察那个到底你在这个瓶子上面的生住灭的能相跟这个瓶子的色相呢，就是是这个同一个本体呢，就是还是不同的这个本体，就是从两方面来观察，就是这两方面来观察的话，是你不管是承认哪一方面的这个观点都不合理的啊，都不合理的。下面就是说那个通俗当中所能相依所想依能相啊，何为体非常或者必是法皆无有自体。他前面两者呢，就是那个人相色相这个一体的这个观察方法，然后后面这个两句呢，就是人相色相分开，就是人相色相分人相色相不分开的这个观察方法，就是有两种。他这里的这个加持界的解释方法跟我现在这个理解方面的这个解释方法也许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呢按我的这个理解的话呢，就是可能好懂一点，就是我是这样观察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所想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瓶子，就是瓶子呢就是所想，然后这个能想呢就是生住灭吧，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这个是瓶子的法相，要知道的话，所以我们就经常说啊，这个它有生住灭三种法相，因此呢就是叫那个有为法、无为法，就这样承认的。因此它上面的这个能表示的相呢，就是叫做是生住灭，就是这叫做能想，然后瓶子呢就是叫做是所想。那么这样的话，现在呢我们这个观察，就是你这个人相色相呢，就是是同一个本体呢，就是不同的两个本体，就是这样问的。然后这个对方呢，就是说人所想与人相，就是如果他这个对方说是这个瓶子跟那个生住灭的这个人相呢，就是是分开的，就是不同的两个本体啊，对，他所想与人相，就是所想跟这个意想呢，就是不同的两个本体。如果对方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我们给他做一个果实，就是何为体非常，就是那么你们的这样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为什么是不变成这个非常呢，就是非常，就是为什么是不变成非常，就意思就是说是那么这个你们的这种本体呢，就是为什么是变成上有呢，就是为什么是不变成上有，就意思就是说是那你的这种本体呢已经变成上有的了就是说因为你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瓶子跟那个瓶子上面的生殖面三个呢，就是不同的两个本体，就这样的话说瓶子呢已经离开了生殖面的法相，生殖面的法相的话呢，那么瓶子就是无生无灭无住，就这样的话是那就瓶子为什么不变成那个上有的东西呢，就是应该变成上有的东西呢，因为它上面的那个这个三字灭三者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本体，就是这样的话是那这个三字灭呢，就是不是瓶子的法相，就是不是瓶子的能相，就这样的话是那这个瓶子应该这个变成上有了，就是何为体非常，就是那么你们的这种瓶子的本体呢，就是为什么是不是变成那个就是常有的东西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是无常呢，就是意思就是应该是变成这个上有的东西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这是第一个方案，就是第一个这个然后对方如果说是这个什么人相跟色相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分开的，就是应该是一体的就是他说这个四法，就是真的这四法呢，就是瓶子上面的这个人相呢，就是生住灭三者，然后瓶子呢就是叫做色相，就是那么色相和人相加起来的话是总共有四种法吧，就是瓶子上面的生住灭，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是总共有四种法。那么他对方说是四种法呢，就是这个
本体是一体的，就是没有什么分开的，无二无别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肯定是这个不对的。就是为什么是不对呢？就是因为那个它就变成这个一体吧，就是变成一体的话呢，那么这个各个法相呢，就是都这个生的时候呢灭，灭的时候呢住，住的时候呢就是生。那这样的话是已经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因为这个品质层面的生生灭三相跟那个品质呢就是无二无别。既然是无二无别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生和灭呢就是无二无别，住和灭呢就是也无二无别。这样的话，那这个品质层面的生住灭呢，就是也无法这个分开，就无法分开。如果不能分开的话呢，就是那到底你的这个品质是在住还是在灭还是在生，就是所以说这个生住灭三者也是在品质层面是无法承担的，就是这样的话是也有很大的过失。因此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平常呢，就是也观察，就是真正这个我们的一切诸法是，如果在世俗当中有一个占理的虚伪的，就像是影响某种的品质一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安理的，在念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大的东西是可以安理的。但是你真正的一个品质呀，像安理呀，真理的话呢，你说那个品质层面的分子念呢，就是说是一体的话呢，就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是分开的话呢，那这个品质以外还有一个分子念呢，然后品质呢就是不属于分子念的范畴了，这样是有很大的过程。然后你说的品质跟分子念无二无别的话呢，那么这个品质的这个念呢，就是跟那个品质的分子是无二无别，就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分子念呢，就是也无法分开的，就是有这个过失。因此这个中观四大连的这个观察方式呢，有智慧的人来说是真正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金刚宝剑，就是用这个在我们桌子上的任何一个法上面，就是这个用的话呢，就是都会这个砍断的，就是。也是我们当时呢，真的在这个我们的相习当中是有很大的这个试着，但是这种试着呀，真正啊，这个用这个断开的话呢，就是我像这个金刚宝剑很重要。不然我们 QQ 上都是很多人说啥，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呢，你在道理层面就是还是很多人认为是不会假的，就是听得有生有灭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但是你现在做到这个道理呢，推测的时候呢，就不得不说是假的，就是除了假的瓶子以外，怎么会是能造得出来呢？你如果真正是瓶子的这个神主灭，就是造不到的话，是拿人的神主灭更造不到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呢，这个玩法的这个神主灭造不到的话呢，那这个不是假的，是怎么是这个假的呢？就是肯定跟这个扬言和这个影响和没有任何差别，就是所以说。这个这种观察方法是还是很好的，就是但是那个解释解是不是这样解释的，你们自己看吧，就是只是我通过这个自己的就是一种这个理解吧，就是我像这样这个推测的话，是既符合他的这个课堂，就是又符合他的内容，就是这解释解也是可能打开可以这样讲的，就这样的。都是这样观察，然后下面呢，就是观察自心由观察自心由我而婆，分而婆由人生隐，实由骨，说生当是由，就是有些认为是人生隐是由，就是所以呢，就是说生的这个过应该是由，就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不对的。还有身等有体无体都会是由，就是不管你的这个身呢，就是有体还是无体呢，就是都不是是由的，就是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个对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主灭呢，就是也应该是有这个自相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法的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因，就是人生的因，也可以说是这个过的这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依靠他的因，就是依靠他的参证。因此呢，就是应该有圣吧，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想法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有道不生有法，无不生无法，无不生有法，无不生无法。这不可能好对方吧，就是就这样稍微变一变就可以，不是对方说是那个，因为他的因这个存在，就是因人生的因是有的缘故呢，说生的过应该是有的，他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观察，你这个人生的因呢，就是怎么回事是有的，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是由不生，就他前面这个翻译的方式呢，就是有点难差的，就是以至他前面的这个由呢，就指的是由是法，就是由的这种法罢了。那么由是法呢，就是不是生于那个有法啊，就是不是从那个有法当中产生的。从字面上解释的话，有这个有识的这种法呢，就是不是生于这个有识法当中，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有的法呢，就是不是在有的法当中产生。然后有的法呢，就是不是在无的法当中产生，就是无法当中产生，就是有不生无法，就是意思说这个有的法呢，不是有法当中产生，有的法呢，就是不是无法当中产生，就是前面两个句子是这样解释。然后无不生有法，就是
然后这个无有的法吧，就是无始法，形成我们所讲的无始法吧，就是无始法呢，就是不是生于有始法当中，然后这个无始法呢，不是生于无法当中，就是无始法当中，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有始法呢，也不是生于有始法当中，也不是生于那个就是它好像翻过来的话是可能好解释，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有始法当中呢不是生有始法，然后这有始法当中呢不是生无始法当中呢不是生有始法，就是好像那个英国就是稍微有点颠倒的话是可能好一点，就是他可能是宣传法师翻译的还是什么的，因为这里面的有些呢全部是那个宣传法师他的翻译，有些是发生法师后面的，就是有些这个根据范文呢就是在翻译的，就是那天我们有一个原文，就是但是我这个没有看，也不在我身边所以他整理这个翻译呢稍微有点差别，你们只是翻过了或者是那个汉地的掰论就是看一看，也是可能有些疑问方面有点的差别，就是只不过是有些不好懂的，有些疑问的话在其他的疑问当中有一些好懂的话呢，就是你们这个下面的就是按那个他的翻译呢，就是也这样写的，就是到时候引用一下也可以。然后就他整理这样的，就是下面我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呢，就是我们去观察吧，就是他说有不生有法，就是有是整理这个有始法吧，就是有始法的这个过失，有始法呢就是并不是从那个种子这个有始法当中来这个产生的，就是有不生有法，就是意思说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并不是从那个有始法当中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个种子呢就是它没有这个树怀怀，而且呢就是它是真正是有一种有始法，并且呢就是已经这个它产生了还要再产生的话，那就是也有很大的过失，就是这不可能的事情呢，因此呢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并不是从这个有始法当中产生，就是有不从有，然后有同样的道理，就是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实有的这些法呢不是从这个无始法当中产生的，因为无始法呢就是它本来就是不居住这个营养和种子，就是那这个无始法当中要产生有始法的话，是生育的二字呢就是也应该产生这个就是就各种这个就是果实，就是但这个呢也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此这个有呢就是不生于这个无始法当中，这是那个有的有法的就是两种，下面呢就是无始法的两种这个产生方法不存在的意思，就是然后无不生有法，就是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始法吧，就是这个可能跟加斯觉得下面这个解释的时候稍微有点颠倒，就是你们这个理解的时候就更算是有点颠倒。首先就是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是从这个有法当中这个产生的，为什么呢，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法当中产生，不然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过失就是依然这个存在的，因为呢就是无始法呢就像是这个神秘的二字，那么神秘的二字呢就是从这个什么一个有始法当中，前面两个因缘具足的话呢不可能这个产生无始法，就是所以说这个有始法呢就是不可能产生无始法的意思，就是无不生于有，然后这个无不生于无法，就是那么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是从无始法当中这个产生的，就像是生命的儿子当中呢不可能产生生命的儿子，就是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这个无始法，就是因此从这个四种方面来观察吧，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如果你真正的这个因和这个过存在的话呢，就是或者是你这个过是有个有始法或者是无始法，那么你说是你的这个过呢是一个有始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有始法呢就是有始法和无始法当中都不产生，就这样的话就除了这个以外也没办法产生的方式，如果你说是要产生一个无始法的过，那么这个无始法的过呢就是也是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这个因当中呢也不会产生的，那这样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这个产生的方式呢，因此呢你就千万不要这样承认，不然的话在你因果的这种这个产生方法四种来这个有四种这个产生方法来观察的话呢，实际上是真正的一个实有的过呢就是不可能这个产生的，实有的因当中是实有的过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呢就是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观察的话是有始是有始法当中不可能产生的，无始法当中不可能产生的，然后无始呢就是也是有始法当中不可能产生的，有始法当中不可能产生的，就是意思这个总结出来的话是这样的，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吧，就是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呢就是经常就除了这个真正的一种加合的因缘以外的话呢，就真正的这种因缘集合而这个产生呢就是是这个徒劳无益，就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们的心里面是这么想的，有始法是无始法产生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这不过是只是一种分别，就是真正的这种思想的这种产生呢是没有的，因缘具足的这种产生也是不会存在的，就这个意思。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分本有体，无体不分有。刚才的这个只不过是他的这个分本这个有体和无体都不成立，就是都不是非有的，就是就讲这个道理。这个呢，这后面两个动词都是我一直没有时间看，就是我现在边看边讲啊，就是我一直一遍也没有看，就是这两个动词可能怎么样，我就试一试啊。
那我看那个油是就油不称油不称有法啊，油不称有法，无不称有法啊，无不称有法，这个也好背诵吧，就是先说这变一个什么称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还是一个对应法，就是很好。油不成油化，油不成无化，油不成油化，无不成无化，油不无不成油化，很有点子了。它是这样的，就是下面就是，行也是语法的提醒。它这个对方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生和灭呢，就是是一种法相。那么这个生和灭呢，就是实际上是它具有一种这个本体的这个提醒呢，就是还是没有本体的一种提醒，就是这个我们从生和灭就是它的这个角度来这个观察。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两种都不能这个说的，就是真正在这个生与地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两种都不能这个做的，就是有提醒说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过失，就是因为这个有提醒的东西呢，就是找不到的。然后无提醒做的话呢，就是也并不是单单一个没有提醒的东西，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就是它是这个你西论的一种东西呢，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油不成有法，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所讲的这个油的这种体系吧，就是油的这种体系呢，就是不可能是成为这个有法的。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的这个本性已经这个存在了，已经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再不可能这个成有法了，就是再不可能就是产生这个原始有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因为它的本体是已经有了，有了的话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成为这个有法的，就是不可能的。然后呢，这个它的本性呢，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说是它的本性是已经有了，就是已经它的本性是有的话呢，有的话呢，那不可能就变成这个无法的，就是不称无法，就是这个无法呢，就是也不可能称法的，因为呢，它的本性，比如说凭着它的本性已经具足的话呢，就是生命的二者呢，就是对它来说是无力无害的，就是因此这个有始法的话呢，就是不称这个无法，就是无法也是不成的，就是这是那个有始法吧，就是有始法从两个方面，刚才那个推理呢，就是从这个贪嗔方面讲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生根它的发相方面讲的，发相方面呢，这样的话说，那么有始的这种法呢，就是不可能这个称这个有始法，然后这个有始的法呢，就是不可能称这个无始法，就是意思是这样讲的，然后呢。所以现在这个两个无始法吧，就是两个无始法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无不成有法，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提醒吧，就比如说生住灭的这个提醒呢，就是已经这个没有的话，就是就无始法。那么无始法的话呢，就是不成这个有法，就是不可能这个变成真正的这个有始法啊，不然的话是生于的二字呢，就是也应该这个存在，就是有这个过失啊，就生于的二字呢，就是没有四啊，就是无始法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无始法呢，就是变成这个有始法的话，那这个生于的二字呢，就是变成这个真实的这个儿子呢，就是有这个过失呢，就是然后无不成无法，就是那么本来没有的东西的话呢，它不可能就是再变成这个无始法，不然的话呢，如果本来没有的东西有再变成这个无始法的话呢，那生你的儿子的话是有死了，就是生你的儿子死了是到底是怎么样呢？生你儿子从来就是没有，就是怎么回事死呢？就是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是无变成这个无法的话呢，那就应该这个生你的儿子就是有这个圆寂了，就然后超度他，就是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就是因此呢，就是无不成无法，就是基本上可以吧，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两个都是这个相位的，就这两个都相位都是像跟上面意思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佛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最后的就是一切都是寂灭的，就是我们不是现在讲那个生地吧，像现在就讲那个生地的话呢，就真的要动到这个一切都是你一切西人，现在我们所想到的这些不管是有还是无呢，就是全部是一种分别呢，因此佛经当中也是说是有为无为法呢，就是全部是寂灭的相，这一点呢就是那个大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他所就是不能这个分别的一切有情的话呢，就是应该我们这个正我无为法，就是无为法，所以这样的话是心里一切的这个我讲相啊，就是这也是这个佛经当中做的，佛经当中的这个教典呢直接引用也是可以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呢就是也应该这个现在世俗的种种这个现象和种种执着的话是不是究竟的，就是肯定不是究竟的，那么这个呢应该达到一个对这个寂灭的，最寂灭的时候呢，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这个执着呢，就是全部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分别念处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尤其呢真正是中文这个无为法的思想，就是这个执着是没有的，但是无为法的这种涅槃的思想达到的时候呢，就这就是最寂灭的相呢，就是这时候的人我和这个大我的这个见呢，就是全部消失也可以吧，大概是这样讲的。
这个解释可能大概是这样吧，就是你们还是看一下，我可能解释的不一定很好，就是我就没有看的时候，有时候呢好像自己前面没有看见，就肯定不好的。就是婆真正是原来那个我们那个戏院当中有一个不是叫那个多节奏吧，就是多节奏，他说是康伯，你这个先弹好一点的话，你这样的还算可以，你如果先没有好好看的话，你这样的一点都不好。当时的我都有点接受不了，有点愤激，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没有看错，就是名字就是讲的一点都不好。中婆和光师和女医，就是他真的这个女所光所这个色艺，就是按照我们以前那个翻就是解释的话，那就是可以怎么讲，那个真僧就是不是前面就是像那个就现在这个僧呢，就是有一个真僧，就真在僧的时候有自信的话，是这种说法不对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个女所和光所和色艺，就是用三方面来讲。首先是女所吧，就是女所呢，就是他可以这样讲吧，意思就是说，就像是你们有些人没有看书的时候，在我面前考试的时候，也是一边看讲义，一边呢就是就开始那个，就是讲，就是现在我这个后面呢没有看书，就是我一边看讲义，一边呢就是，给你们讲啊，就是。我是四百人这个开始一直到这个现在呢，就是边看墙也边墙呢，就是今天是第一天呢，你们很多人考试的时候呢，就是在松子上是好像没有一个境界一样，就是马上考试的时候就是眼睛就是一直看那个讲义，就是然后教到一个字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啊，就是啥啊，就什么什么，就然后再围绕他呢，就是说一趴了。说一趴了。下面呢就是讲那个生死为半生，孤生死不生，或者因一切皆我为生死，皆我为生死。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对方呢就是说那个生这个已经这个产生了的东西和还有这个未来产生呢，就是都没有的，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破了这个一生和未生呢，就是都已经破了，就是三生当中，在未来过去现在这个三生当中呢，这个都没有了，就这一点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产生呢，为什么是不存在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吧，就是未来的产生呢好像是不可能这个有的，就是因为未来的这种产生是现在还没有产生的缘故，然后过去的产生呢已经过去了，就是已经灭尽了，就是现在不存在的。但是现在正在产生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吧，就是现在正在这个成长，正在那个产生的这种过程时，还是不得不承认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呢就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正在产生也是只不过是一种分别呢，实际上呢就是它根本不会有一个自相就是存在的，就这也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呢就是可以这个观察。怎样观察呢？生死为半生呢，孤生死不生，就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认为呢就是这个现在正在产生，就是但是正在产生的这个也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正在产生的话呢，就是它就并不是说好像那个正在产生是只不过是一种相续而已，真的所谓的正在产生呢，就是它也是实际上是就是到了这个就是终点吧，就是正在产生呢，就是它就到了这个终点，就是然后到了终点的话是已经生完了的东西呢，就是包括这个过去的这个法当中了，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过去法当中了，然后还没有这个正的东西呢，就是就已经这个包括这个未来的法当中了。但这样的话，除了这个未来和过去两个分开以外的话呢，就是有没有一个正在产生的，有一个正的好像是很细微的一个东西呢？这是没有的，因为一切完法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擦啦擦啦的，就是就现在听有一个人什么考试的时候就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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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然后其他的好像上上下下的内容都不是讲得很清楚，光说是一个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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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他说的一样的，就是真是那个擦啦擦啦的那个阶段呢，就是是也是这个很非常细微的东西呢，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擦啦擦啦呢，就是也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擦啦呢，就最后都可以变成这个无始法了，就是现在我们也不是小乘的呢，就不可能是把这个擦啦呢，就是真正的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呢。那这样观照的话呢，你所谓的现在正在产生呢，就是一半是过去呢，一半是这个未来呢，那么一半过去和一半未来以外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在呢，就是实际上也是找不到的。现在
我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时间也是这样吧，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的话，是今天是这个现在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就是24小时，24小时呢再可以分，然后呢就是一秒钟呢就是由最细的这种时间来分的话，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刹那呢就是也不成立的，就真是不成立的。这个是我们通过以前那个量子高中呢也是就是有很多这个观察方法来观察的话，是现实的刹那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不成立的话呢，所有的这个现在的正在产生呢就也已经成了这个一半的这个产生了，故生是不成就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个现在的产生呢实际上是也不成的啊，就这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假念而已，就是因为它这个分完了的过去呢没有分的呢就是未来呢就是现在正在所谓的这个正在呢就是最终也是除了这个过去和现在这个未来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分别念当中都是可以的，就是今年呢就是好像360天呢也是指现在，或者是这个月呢就是30天也是指这个月，就可以这么做。然后你这样分差了的话呢，就是最后的这个现在呢就是就根本就是找不到的，就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这个现在的产生呢就是不可能产生的。或者呢就是这样的，因一解解我为解我可能不是吧，就是应该是解成，是不是解成好像有一个泰国的。或者的话呢，你们的这种一切的这个未来和过去，未来和过去呢都变成了这个圣色，就是真都变成那个现在的色痕了。为什么呢？因为未来呢就是已经这个未成的这个色，过去呢一成的色，但是你现在呢就是所谓这个未成和这个一成呢也已经变成那个现在了，也已经变成现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未来过去，或者呢所有的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所有的时间呢都变成那个现在的时间了，就是应该是称吧，就是不是皆称。我们下面那个讲义里面看一下，所有人的一生和未生之间的正生，那么过去和未来也应当称正生，对，称就是这里可能打错了，就是皆称，就是应该称的。然后这一切三世皆称为真正色，对，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个三个时间呢也应该是，我们这样考虑的话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那未来过去现在的三个时间呢也应该变成那个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时间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这个承认为真和这个一真呢都是这个真正的法的缘故啊，就这个还比较简单。现在第二个光说吧，就是光说，光说呢有分四个分色，观察生死一二破，就是观察正在这个生的这种体一二破的，破是过去未来之间诸的发为正正色，然后破过去和未来之间有一个法，就这个法呢就是正胜的，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然后破西分一线之一线的法为正胜，然后那个参政前面有一个法，这就是正胜，就这种说法也不对。婆系为分为正胜是，就然后那个为分为正胜，就这个也不对，他这里正胜呢就是真的参政，就这个大家知道。首先是这个婆观察这个生死一二破吧，就是观察生死一二破。在生死当中这样讲的，就是说像那个作为生死体，再不称生死，不作生死体，也不称生死。因为他这里对方呢，就是必须要成立有一个参生的这个正在参生，就是有这样一个我们也是前面有念说，就是也说了一个道理，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那个，比如说现在所谓的正在产生也是，或者是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就是除了未来和过去以外，中间呢没有一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前面已经讲了。那么现在对方呢，就是认为是中间还是有一个正在产生的，有一个阶段，就这是我们也可能这样讲吧，就是好像也不属于未来，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微分，然后也不属于那个过去的一分，就是好像中间呢就正在产生，就正在这个就是走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过程，就是这个说法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他给你这个进一步的观察。怎么观察呢？就是如果你们的这样的这个真分的这个本性吧，就是真分呢，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真分呢，就真正有一个本性，就是真正有一个本性的话呢，或者是你所谓的这个真分呢，已经这个形成了的本体，或者呢就是没有形成的本体，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方法了。就是你所谓的这个真身吧，就是所谓的真身的话呢，或者是他自己的本体是已经这个形成了的，或者呢
来就是没有形成的，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是是不应该有的。但是这两者的话呢，也不合理的，就是怎么不合理呢？它就是作为生死体来不称正正则这个。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个这个真诚呢，就是是不是他自己这个所谓的真诚的本体呢，就是已经这个形成了。已经这个他的本体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已经这个做成了，就是做了已经成，就是他真的产生他的这种真身呢，就是已经这个形成了的话，就是作为身体生死体，就是他正在这个产生的时候，他的本体呢，就是已经这个形成了。那这样的话呢，则不称真诚，就是那么他已经成了过去去了吧？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事已经这个形成了，已经形成的话呢，他已经这个不是真诚的嘛？啊，就怎么回事？他是真诚呢？就是因为他的本体是已经这个形成了。如果说已经这个形成来的东西还是真诚的话呢，那过去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已经这个现过去的这种，比如说是过去的这种体型，就是自信的过去的这种体型呢，也应该变成那个真身那里。所以说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方法吧，就是就是那个作为生死体，就是作为就是真正这个气功气这个作为的，然后呢，就是真的这个产生的本体已经形成来的话呢，则不成圣则，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本不会成立那个正在产生的本体，就正在产生的本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这个形成了，已经形成了的话呢，实际上是它那个真正的本体呢，就是还没有产生啊，就真正的这种本体呢，就是还没有产生。然后它呢，就是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已经这个形成了。就这个原理的话呢，就是它那个真身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自信的，那就是这是第一个方法。他是也可以怎么说吧，就是他那个就是我看从事当中我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差错，作为生死的体则不应称为真身事，因为真身事的体对他的意思做不做是这样的。刚才我可能讲的时候是有一点点这个就讲错了吧，啊，就是意思是他的那种这个他的真诚吧，就是真诚呢，就是不是正在这个操作，或者是这个没有操作，就是有两个方面的。如果你说是现在那个真诚呢，就是要正在这个操作它，正在操作它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正在操作的原因呢，就是他的这个真诚，他自己本体的这个真诚的本体呢，就是还没有这个产生，那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这样认为的，就是好像那个也不是未来的，也不是过去的，中间真正有一个真诚的，真的生的话呢，就实际上是真的生呢，就是还没有完全这个产生呢，就是还没有完全产生的话呢，这个真诚的这种本体呢，就是还没有产生，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然后真诚的本体呢，就是还没有正式这个发生，就是真实没有这个产生。因此说呢，就是你所谓的这个真诚呢，就是不成立的意思，就是再不成正诚。就是我刚才前面讲错了，后面讲的是非常对。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然后不做生死体，也不称圣则，就是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如果你说是现在那个正在产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做任何动作，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操作，就是不做生死，就是对这个这个真身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动作吧，就是好像这个无始法一样的就是在这个生死呢，就是不做任何那个正在产生的这种这个提醒，那这样的话是不称圣则，就是那怎么回事？称你真正正在产生呢，就是肯定不可能吧？就是因为他那个对正在这个产生呢，就是不做任何这个作用就是也不做发挥任何一个作用。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做和不做呢，就是以这个相位的缘故，或者是真身和非真身呢，就是相位的缘故。因此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正在做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真身的本体还没有产生，就是这种手法也不对的。如果你正在没有做的话呢，那么正在产生的这个动作都没有，正在产生的这个动作都没有的话，是怎么会是正在产生呢？就是所以这个所谓的真身呢，就是是没有的。因此这些呢，就是非常重要。我们咱们就是这样的时候，对未来的这种产生的是没有的，过去的产生的是没有的，但是现在的这个产生呢，好像是有吧，现在正在产生，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分别念当中是有这样的。但是你所谓的正在产生呢，实际上就是还没有这个，就是正在是不是在这个做动作。就如果是你正在做动作的话呢，实际上是他那个正在产生的本体呢，就是还没有产生。如果你这方面是没有正在这个动作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正在产生和
你工作呢就是就互相那个相违的，就相违的，就是因此呢，你所谓的这个正在产生呢，就实在是不盈利的。因此我们有时候呢，还是应该算一算，就是我也是有这个分别念吧，就因为四百人的这个观察力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尖锐，就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一会儿就这个穿破了，就没有什么这个可搞的了。这样的话啊，就是人们的这种习气吧，就是人们的习气，我们经常就这样讲，未来和过去的是确实是没有的，未来已经这个没有分别，过去呢已经灭完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正在产生呢，就是有一点是有。那么现在正在产生的话，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正在产生？就是刚才的这种道理呢，就是一应用的话呢，就是马上就破了这种事，就这个意思。这是这样的，下面也是全部说这个真神的道理。他这里说婆媳过去未来之间诸的发为正三者的，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也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但是未来和过去中间呢有一个正在产生的一个大存在，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呢就是不成立的，就是相当的是有破他的观念。他给你这个疑问题里面呢，就是他说的是这个真的产生这真正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真正是呢，就是实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既不属于未来的，也不属于过去的，然后中间呢，就是也应该有一个这个一种法啊，就这就是真正的法，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那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你所谓的这个中间座呢，就是不存在的，就是如果中间座真实存在的话呢，那么中间座还需要中间座，就这样一说呢，就是有这个无边无穷的过失，就这个意思。若二十中间无无中间者，若二十中间无无中间者，则无有中者，必有中间故。他这个推理方法就比较简单，就是他就是若二十中间，就是你们这个未来和过去的就是两种事件的中间呢，就是无无中间者，就是无无中间者的话，就是无无，就是两个固定字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说是这个中间者，必有中间者吧，就是意思可以这么讲。那么如果你们对方呢，就是承认未来和过去中间呢，就是有一个中间者，就是中间者就是指的是现在的这个正在产生的那个就是物体吧，就是真存在。如果你们承认这个未来和过去中间呢，就是有一个中间者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在无有正生，那么在无有这个正在产生的时候呢，就是肯定没有这个无有这个正在产生的时候。为什么呢？它有这个中间之故，就是中间的这个缘故。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是未来的，这是那个我们这边是这个未来的，一边是这个过去的，那么中间呢就是正在这个产生的，但是这个正在产生的这个中间呢，就是由未来和过去不可能是它这个合为一体吧，不然的话就那个中间走的这个上班这个什么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过去的，右边呢就是未来的，就是不可能这样分的。那么这个中间做的这个中间呢，就是还需要有一个它的这个中间做，就是然后他们两个中间呢也需要有一个中间做，就是这样的话，就每一个这个未来过去中间呢，就是还需要一个中间做，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有变成这个无穷无边，就是无边无穷的这个国事。因此呢，就是他等于说是，如果你们这个对方这个说承认那样，未来和过去中间呢，就是没有这个不许中间做，就是也就是说是已经承认一个中间做吧，就是从翻过来说的话，你们这个未来和过去中间呢，就是承认一个重点做的话呢，那么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话呢，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真诚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所谓的这个真诚跟这个未来呢，就是不可能是合为一体的，就必须要中间就是还在一个重点做。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他跟这个也是这个未来的这个什么，就刚才我已经讲完了，就是那个中间做与未来之间呢，就是有假一个，然后那个中间做与未来之间呢也有假一个中间做，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个中间做呢，就是就已经这个有无边无穷的过失呢，就是因此说呢，你不要这个承认为是，我们也有时候是这样讲的，未来也是灭完了，这个没有生的，过去已经灭了，但是现在这个正在这个产生，好像未来和过去中间说呢，就是我们正在这个产生，但是正在这个产生也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分别呢而产生的，不然的话说，你真正有一个正在产生的话呢，就是那么它这个正在产生跟这个未来过去呢，就是有而这个需要一个中间者，这样的话是从实观上面呢就。真的有这个无穷无边的过失，因此呢，就是通过这种推理方法，应该知道是我们分别呢，大多数当然是有的，就是现在正在产生了，也不是属于未来，也不是属于过去，就是有这样的。但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觉得分别念呢，就是不一定是合理的，因此呢，就是我们都不能跟随这个分别念，就是应该呢，就是随顺这个佛和菩萨的这种智慧，就是应该呢，就是要借着这个万法的真理上面来这个安住，不然的话呢，就是一直随着我们这个分别念的话呢，就像是没有一点智慧的人呢，就是胡说八道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跟着他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因此大家呢，就是佛陀为什么是佛经当中是应该依靠智慧，不能依靠分别念，就是依靠这个什么法，不能依靠人，就是所以这个。
个自己不颠倒的言语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依靠这个分别念的话，那就是永远也做不到一个正确的路；如果依靠这个正确的智慧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才真正是了悟到这个诸法的真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